大家好，我是莹莹。在我身后呢，就是延吉的西市场，非常有名的，也就是朝鲜族特产的集散地，里边什么都有。你在里面足不出户，除了住宿没有，你什么都能买得到。这个就是西市场。延吉这里呢，所有的标牌呢用的都是双语，都是朝鲜语和汉语。看一下汉语这边啊，从一楼开始看啊，副食品。先是一楼我看了，什么好吃的都有。一进门呢，我就闻到海的味道了，这是我喜欢吃那个烤鱼片的味道，好香啊！看我眼前就是这些美食，还真的是烤鱼片。那上面芝麻还有辣椒粉，有这种小鱼干。这个是什么鱼片呀？鳗鱼的啊，啊，香的哈，带点辣的。这个烤鱼片，嗯，这个多少钱一袋呀？15，啊。你上边那个鱼丝给我拿一个，我看看。这是一斤的吗？多少？35这个啊，四两装的啊，我拿一袋吧。这个算我30吧，半斤的。这是什么鱼啊？明太鱼。明太鱼。嗯，明太鱼可以放。这个能放多长时间？放保鲜的话？保鲜能一直放，都是烤的。烤的，干的。嗯。20。烤一片吗？来一包吧。又买了一个海苔味的，光是烤鱼片就好几斤的感觉，拎着挺沉的。我们来西市场之前呢，我去了那个水上的早市啊，我以为那个地方卖东西就已经很全很多了，没想到真正全的地方，真正规模大的地方是在这里，在西市场。这是什么鱼呀？那个腊鱼。腊鱼。我知道，就是这个是用什么鱼做的？明太鱼啊，明太鱼做的，小辣鱼儿。这么一拿多少钱？15。这个10个批发25。你说放那个保鲜冰箱里能放多长时间？保鲜里啊？冻上也行啊。批发25。来一包。10袋的，全是几？这个，批发30。这也是明太鱼吗？不是了吧？都是。是吧？那就拿这个。又买了一大袋明太鱼，辣的下酒菜，感觉好沉呢，感觉可不止一斤。上面写着延边小菜，都说这个好吃，用料也足。看这边还有鱿鱼干，还有这小辣鱼儿，小辣鱼儿也是那种香辣香辣的。这是小袋的明太鱼，还有烤鱼片。哎呀，品种真多呀！我这一来这种地方我就收不住了，包里面装了一下子，刚刚没逛到这边儿。啊，对。买东西收不住了，我看看，这蚬子不错。这是北朝鲜的好吃。啊，北朝鲜的，怪不得嘛。你先尝一下，好吃。我先不尝了，尝了万一自买都不好。没事啊，那我就尝一个。这个新鲜，嗯。哎，鲜灵啊，它没有沙子。淡淡的，我尝这个蚬子真不错，就是不用拌什么调料了，直接这么吃就行了，越嚼越鲜了。这多少钱一斤呀？一斤45、50。哦，这个45吧？这个是50，小弟45。哦，我吃的是50的，真好吃。我的眼力也好哈，眼光也好，一下就盯住这个了。这么贵的皮。你帮我称半斤吧。我是在外面的人，自己回去办不了。这个
先尝一次看看，对，加微信就好，下次给你发货。可以。嗯，先吃看看。三个半斤，这咸的真好，新鲜。25。嗯嗯，真是搂不收不住了，在这儿收不住口袋了。哎呀，这么多鱼丝啊，这是小银鱼，应该是，应该都是朝鲜的。哎呀，这个鲜，这个。这蚬子为什么喜欢吃哈？当你吃完吃的时候鲜，吃完的时候这嘴里面留下来那个鲜味儿比吃的时候还鲜，所以我就喜欢吃这蚬子，特别是凉拌的吃。到了这个地方真的是收不住荷包了，幸好我穷，否则我真的是挨家都买。哎呀，这个鲜灵啊，这口里边流着鱼鲜呢，这蚬子真好。这撑的，这是过来批发的，可能做那种辣菜的。哇，太诱人了！这一楼啊，货真全呢。还有各式的朝鲜的米酒，玉米的，还有大米的，蓝莓的。这里呢是农贸区、生鲜区，卖的牛肉啊、黄牛肉啊、羊肉啊，还有狗肉啊都有，特别全。还有本地特产长白山的木耳啊、蘑菇啊，还有黄瓜片呀、啊，什么都有。这野菜干啊、豆角丝儿啊，这样的话能不能放？嗯，可以。梳子粉，嗯，其实梳子比芝麻香，就看你吃不吃的习惯。这是梳子籽儿吧？啊，这个梳子籽儿。啊，这烧烤料哈，嗯。这自己都能吃啊？对呀，你自己尝一尝，看看香不香。尝点，尝尝这个。那几个香，那几个。这几个啊？那这个。这个。哦，这边全香，果仁的呀。带坚果了。尝吃，尝尝。嗯，还真挺香啊！完了，还有那边辣的，又鲜又香。哎呦，这咋这么香呢？这里头有啥呀？这五块钱，嗯，这几个也香，但是有点辣。哎，那怎么调料这么好吃呢？看着不起眼，一吃好香啊！不是，这调料啥也不蘸，能吃半斤的感觉。嗯，这个辣的也是鲜哇！这辣椒真正宗，这也香，香辣还有芝麻香，还有其他的果仁。哎呀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反正是满口香啊。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比我们吃的那叫花生酥啊、花生脆啊什么的，比那要香。就这里面好几种坚果的感觉。对，这个烤肉啊、蘸肉吃啥的很好。就是椒盐啊，不用椒盐，就是有什么肉啥的直接蘸。嗯，真好吃，五块钱一两。这个就是可辣了啊！这个可辣了，微辣了。嗯，我尝尝微辣的吧，可辣那个不敢尝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也好吃，这个调料吃的好过瘾啊！幸好我带了点饮料，有一种下馆子的感觉，这么香啊！太没想到了，遍地都是好吃的，就你看起来很普通的东西哈，吃起来就不一样了，有灵魂。这边呢还有好多韩国食品，看看买点什么，顺便给老妈老爸寄点啊，薯片呀、饼干呀、曲奇呀，看看啊。我们做子女的啊，不管在天南海北，一定要记得时不时的给父母买点东西，东西不在于多少，也不在于贵贱，就让他们知道做子女的长大了，而且呢也不用你们操心，而且呢时刻挂念着你们。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心情，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这事儿呢，我已经幻想到当他们收到这个吃的的时候什么的感觉。
估计得跟我的七大姑八大姨显摆一下，说有人给我寄东西了，别管贵贱。首先孩子心里有你们，对吧？就这些。运费是谁付？啊，运费是我付，我付怎么付法呢？再加微信吧，我回去给您装箱吧。行，装个箱，装袋也行。好嘞，好，再见啊。